个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翻译比我还有我这个，还有我这个，没问题，慢慢来，先帮我按摩好不好？先按摩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要按摩要按摩。这是我们三位新进的客服人员，请问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没有，不好意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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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漂亮很漂亮，没问题没问题。欢迎我们三位新进的行政人员，来，我们一介自我介绍一下，来从中间的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彩玲。来，大家好，我是凯芝。来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碧。重点，你们身高三个位都很高哎，你们平均有170吧？有啊。哇塞，来，我先问一个问题好不好？因为你们都是怎么知道486团购的？台资，你先。我老公是铁粉，所以你们家很多我们家的商品。进来之前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空气清新剂哦，因为那时候是刚好我生宝宝，这件事情就是非常重要。先生有觉得我们客服不错吗？还是我先生觉得大哥很不错。直接加入我们客服部门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非常厉害，我觉得我们真的都训练得非常专业。好，再来是彩玲呀，来加入之前，请问是？怎么认识我们的？其实是以前有来这边实习过。哎呀，所以现在晋升成这个我们正职的客服人员。是的。个人自己最推荐是哪一个？非常想要买洗碗机给妈妈，台湾品牌。啊，对。CP 值高。CP 值高。真的很不错，然后八人份双层。哇。对，非常厉害，我们自己天天在用的洗碗机。所以你洗到就想直接送妈妈洗就对了。没错。好，最后一个小 B， 怎么认识我们的？我本身就有追踪那个486先生粉丝团。最推荐我们什么商品？我最推荐厨师机。好，这个厨师机它就是侧边就可以倒水，我觉得非常方便，就让我很想替换家里的厨师机，因为都要蹲下去把水箱拉出来。而且重点，我们这台是独家的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对，只有在我们这边买到。是，好的，那以上三位就是我们新的客服人员，我觉得都非常优秀了，好不好？买家电欢迎来486团购。去员工旅，对，你们不是第一参加对不对？对，我们也很惊讶，我们进来第一天就说，哎，我们要去员工旅游了吗？怎么这么快？知道我们这次要去哪里是不是？名古屋，太棒了，来，期待跟你们一起出游哈！先帮按摩，来来来，这个按摩翻了，不是我，从凯琳开始，凯琳挂起，好，要重来。